美国选民在星期二投票决定副总统贺锦丽或者前总统特朗普将会成为美国下任总统。在选举日之前，超过8100万美国人提前投票。印尼偏远佛洛勒斯岛上的火山猛烈喷发，熔岩和火山灰造成最少9人死亡，救援人员在废墟和泥土寻找生还者。以色列军星期二发布影片显示，据称以军在加沙地有一处没有透露的地点，透过窗户射击并穿越受破坏的社区。塞维亚建设部长韦西克星期一话他将会辞职。几日前，火车站屋顶倒冧，造成14人死亡，3人重伤。在北韩向海上发射多枚飞弹后，南韩军方星期二呼吁北韩停止非法挑衅。